那吹个哈气，有哈气了是不是？你再吹一个，能看到吗？你自己能看到那哈气吗？耶耶，冷了是不是？冷了，哇，冷了之后还有，哎，等一下，冷了之后神奇的，还有花儿开。就这一朵了，哈气是不是？对，哈气了，走吧，秋儿园了。这冬天了，天越来越凉了。哎，那还有好几朵花。神奇的是，竟然还有花骨朵。车上没有哈气了，走了，我们去幼儿园。大家早上好，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频道，然后给大家看，哇，满地的落叶，然后这紫藤呢，叶子也基本都落了，基本上可以说已经入冬了。这回真的是要赶紧把这个紫藤的豆荚给它清理掉。去年的话就一直没清理嘛，然后这豆荚它会爆开，爆开之后的种子会飞得到处都是。飞到哪儿，它的出芽率真的是非常高，导致我们家去年春天的时候，就各个角落就都发出来这个紫藤的苗。所以说今年它叶子落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就赶紧把这个豆荚给清理掉。哇，上面还有一个小鸟巢，里面的鸟已经飞走了，一堆落叶。等来年春天的时候，鸟又回来了。这个紫藤的话，这儿它明年会开那个花，这是芽点。然后前面这一部分就没用了。然后我们就要从这儿，咔，剪掉。然后给大家看多大的工作量，有多少地方要剪。我的天，就这儿。好多地方要剪。Do you recall when we were young, running from all things at once, without thinking twice? And I knew it would catch up, and that we would be the ones left behind. Stories I've been told, they never seem to leave my mind. On this road that I am on, I gotta stay here for some time. Nora 还有我们一家去朋友家吃个饭，就是上回那个音乐人大哥他们家弄了个新设备，铜锅。所以说今天我们去吃那个铜锅火锅，铜锅涮 OK。 然后那个 Nora 有一个小吉他嘛，赵师傅送了个小吉他，但是音准不对，所以说让大哥再帮忙调一下那个音准。我是一窍不通，我是一点也不懂。又见面了哈，又来了我们。哦，这是那铜锅。对。完了之后把这个就是一块一块往里煎就齐了。这个帅呀，这个必须的呀。人那个小时候的味道啊。这个先把这个
先把这个旺的这个往里边搁。这个还真就得冷天吃。对啊，这夏天吃的话，这个确实有点热。这香菇，哦，锅底是吧？啊，对，香菇、葱还有姜。哦，已经开始滋啦啦了，感觉冒烟了。啊，你这是从国内海运过来的？对啊，肯定啊，国内海运这个，要不这边这个。这边真没有。买了一个那个导热特别慢，慢是吧？嗯。这个不像这个国内买的导热比较快，对，这玩意儿还得在国内买。对，太专业了这个。啊，嘁咔嘁咔切上了哈。对啊，太专业了。我刚才还想呢，这肉咋手切咋切啊？我拿刀切，显然不可能了。哎，就可以咔嚓咔嚓咔嚓了。咪呀，你来看一眼这个。哦，要切遥控机器，哎，我说的就是这个，但是因为对啊，你一直想要吗？对，但是这个专业，嗯，这多棒啊！嗯，这咔自个儿就对，但是你这肉你就得自己冻吧，还是现买的这种呀？就是买完了之后就给它切成块，完了往那个袋里面就咔咔塞就行了，就行了，啊，就行了，就这样，之后直接冻成形儿，它这哦，我说你给我拿牛肉过来，你们就可以吃。我说是咋吃呢？这个东西，对，冻的。这边这个就是羊肉片儿，感觉有点碎。哦，啊，确实是是，这个其实太薄了吧，还是肉不好？你觉得？我反正不知道，就有点碎。完了之后我就得了，我就自个儿弄。去咱们华人肉铺买那个羊肩肉。哦。哎，这拉一鞋全是拉的东西。哎，太帅了。往这一搁，走了，齐了。就那种，就是那种电插电的那种，这完全俩感觉。就你这儿你吃你就知道，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好嘞。那第一次吃铜锅？你不知道第一次吃过火锅？铜锅啊，铜锅，第一次吃铜锅。怎么？可以，哇，真的巨香，二意了啊，又嫩又香，哇塞！哎，那整一个来，多谢，哎，可以。我就说南城啊，我就说我这边啊，我们那边吃的就是，豆腐、白菜，完了之后粉丝、羊肉，对吧？就这点东西，也没有什么。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对，然后配上铜锅麻酱啊，对，铜锅麻酱，对，就齐了，就这点东西，能吃吗？能，基本上咱这桌也都是这些东西嘛，对，齐了，那试，是吧？这个白菜、豆腐、羊肉，对吧？弄点虾，弄点蟹棒，哎，弄点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哎，配两瓶啤酒，哎，对，但是正经应该喝白的，啊，这东西就是喝白酒就白，但是你喝不了白的，喝啤的也没关系啊，也没事啊，但是怎么着得喝点儿，对吧？对，你不喝就没意思了。你给它包吧。嗯，好。哎呀，嗯，再晾一晾就剥，哎，咬断。嗯，哇，真的这个火锅吃了，这想回国了，就特别有画面感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饭店里面一堆铜锅，然后玻璃上全是那种雾气，哇，然后大家谈天说地的，真棒。反正我为嘛爱吃铜锅，一个是味儿，嗯，还有一个就是小时候那感觉，小时候就是。哎，就是家长啊，坐一块儿啊，那会儿小时候，嗯，你小孩不让你上桌的，直接啪啪啪说完了，给你捞出点来，啊，自己跟小马达自己就看着，也慢慢的炒。哎呦，对，而且这个有一种过节的氛围感，你知道吗？对，那会儿，因为咱说涮铜锅都快过，就是过年了嘛。对对对，过大节了，嗯，那种。啊，收压岁钱啊，什么的，那是开心啊，正是开心的点儿。所有美好的回忆都回来。嗯。好了，他就拉回去，第二天也是，他吃的多就拉多。嗯，你看，这牛宝都是吃的，那他就两个吃少。声完全不对。
这才对吗？这才对劲儿。对，这才对劲儿啊。对啊。太牛了！不是，这特别爽，专业特别小，专业的就是不一样。其实那个是那个 Nova 的文具，这就是文具嘛。对，在专业的人手里就是不一样。它还在开吗？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挑完的，这帮你还是干嘛呢？你还给人收拾一下。哇，真好听啊，可以。拜拜，娜儿啊，跟妹妹拜拜。娜儿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跟大家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嗯，好了。谢谢款待。谢谢款待，娜儿，谢谢。谢谢款待。谢谢。好嘞，谢谢，谢谢。谢谢。不一样的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回去吧，挺凉的。